他怎么总盯着我呀？他难道……快看我，快看我 ！Yes， 他看我了。好呀，来和我相亲居然看我的助理。你别在那站着，你快过来坐一会儿吧。你也过来坐。哦，你热不热？要不要先喝个水？谢谢。你也喝水。哎，对了，你平时对星座有了解吗？我是狮子座的。我是射手的，童小姐。这也太巧了吧！我们都是火象星座的。哎呀，其实你也不用叫我童小姐，你叫我小五就可以了。我今年22。属兔的，身高162。不如聊聊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吧。我平时的爱好是看剧本杀，一些解谜破案类的游戏。是吗？那太巧了。你也喜欢啊？我们老板也喜欢，有机会一起玩。但是那些都太简单了，我早就刷完了。解谜破案的刷完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玩恐怖的那种啊。带有 NPC 的，对，听说好多玩家都被吓出了精神病。